音乐人的节目，教你所有的节拍，欢迎收看《山里好节拍》。山里好节拍哦，好节拍，好节拍。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山林，山里老师。哎，老师好。哦，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节拍来宾。卢广仲，大家好，我是广仲。其实我知道能上老师的节目，我是非常兴奋，因为我知道老师的访问，都会问到重点，问到精髓。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的提问了，山林老师，冲着我来吧，山林老师。谢谢广仲。那么山林老师现在就来问你问题了。好，大家知道，山林老师是这一次金曲30的评审主席。那么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嗯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